那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父母祖尊，咕噜咕噜佛母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啊，今天到临的贵宾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廖东洲秘书长及夫人朱迪师姐。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福先生。南投县政府代理县长陈志清代理县长及夫人刘淑慧女士，南投县议会简佩林议员，南投县议会喜庄议员，南投县政府社会处林荣生处长，南投县政府民政处吴燕玲处长，南投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科曾国元科长，南投县政府服务中心陈启超主任，南投县义交中队长林世聪先生，360度新闻网记者何秀清小姐，民进党大台南市党部主委蔡旺前议员，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许慧玉议员，立法委员蔡其昌先生代表陈惠美女士，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郑申龙博士，国立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王礼博士，国立中正大学电机系特聘教授王进贤博士及夫人，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电机系教授王耀纯啊博士，屏东大仁科技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叶淑文教育博士，美国西北大学电机系尤江成博士，名节目主持人台志远先生，轰神无双执行制作人吕俊杰先生，香港泰拳教练戚炳彪先生，My same class, not same class, 师尊大学学长，现任美国大会城华人工商联合总会副会长张孝珍先生，我是学长啊。大会城华侨工会附设中山中文学校董事长刘富新女士，University same class 同学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陈泽霞女士，李林德先生、蔡明仪先生及夫人杨淑美女士，中委会法律顾问卓中山律师，
华光功德会理事长吴冠德先生，香港杰出企业家雷鸿毅先生及夫人曾美婷女士，印度尼西亚杰出企业家张德强先生及夫人蔡华英女士，印尼杰出企业家关家智先生及夫人黄梅宗女士，印尼杰出企业家耀前先生，My sister 卢胜梅女士、卢玉妮女士及师姑丈、三师姑卢内英女士及师姑丈、小师姑卢内英女士，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六祖坛经密宗道次第广论制作人莲月上师，主持人佩君师姐，谢谢大家的光临。 Thank you for coming. 大家安大家好，Good afternoon, and Lomo Konnichiwa, Selamat siang, Semana Bentan. 大家午安啊！现在时间已经5:01，距离吃饭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我们今天是修的是咕噜咕噜佛母的法，那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咕噜咕噜是大敬爱尊，是大敬爱尊大家受了大敬爱尊的灌顶，也是咕噜咕噜佛母的灌顶，就会获得人间的敬爱，还有天上的敬爱，还有诸佛的敬爱，法界上的敬爱。那么咕噜咕噜佛母它本身是红色的，它的本地它的种子日叫做初立，那么初立这个种子日也就是阿弥陀佛的种子日，可见它是从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咕噜咕噜佛母它的前身是红色的，是属于敬爱尊，大敬爱。我们常常讲这个大敬爱，什么是大敬爱？你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有机会当总统，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敬爱你，选票选给你，你就当了总统，这个叫做大敬爱。在这是在政界，那么在宗教界，你将来要何等这个如来的事业，你的信众有千千万万，你会成为一代宗师。这个是大敬爱。还有的大敬爱，你如果是一个艺员艺人不是艺员，艺员，
一人不赶快啊，一人你会有千千万万的粉丝。这个也是大敬爱，所以你修敬爱尊啊，非常的好，它本身也是从阿弥陀佛那里来。大敬爱尊它有四个誓愿，一个地的誓愿，地的誓愿呢，它能够让你的资粮非常的丰盛而且满足，可以侍财跟侍福。第二个，它有水的誓愿，它可以让你呢清净你所有的业障，环境就变成你自己本身的业障，完全就清净掉。还有火的试验，它的火的试验就是敬爱，当你得到众生的敬爱，最少得到小敬爱，家庭和乐跟圆满，这是小敬爱。更小的敬爱啊，今天我在那边主持，在那个另外那边啊，那个厅呢，他主持了新人的这个啊证婚呐，给他们扶正，给他们扶正。那么这个是小敬爱，男的他有女朋友，女的他有男朋友，他像一个爱的神一样。这是爱的火花，爱的火，爱的火非常的微妙。当它升起来的时候，就像天雷勾动了地火，然后像太阳一样永远的发着光芒。这是敬爱啊，家庭和乐。另外有轰的敬爱，它本身咕噜咕噜佛母也有降服的力量，它能够降服呢，降服自己的贪嗔痴，降服外在的厌敌，这是属于它的四个誓愿。那么最主要它是敬爱尊，那么咒语呢就念它的名字，Om Guru Guru Chuli Soha， Om Guru Guru Chuli Soha， Om Guru Guru Chuli Soha， 这是他的咒语。他的手印呢是五指并拢，那么无名指内薄啊，内腹无名指内腹，其他四指交叉。那么他的身相呢，就是16岁的少女的身相。那面孔大家可以看外面那一个咕噜咕噜佛母的形象，还有我们这边咕噜咕噜佛母的形象啊，他的装扮是这样子的。还有他的修法，咕噜咕噜佛母有他的修法，他本身呢、啊、可以习斋护国祈福跟真意。那么我们这一次从美国回来
也希望这个台湾呢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经济啊真的能够起飞，啊真的能够起飞。他有一个修行的仪轨，因为中委会有咕噜咕噜佛母的修行仪轨，他有修行的仪轨的。那他最特别的就是有一支箭，这种箭叫做花箭，flower 的箭，发箭，这个射到就触到而已，这个箭只要被这个箭这个射到，那么你就会产生敬爱的心啊，敬爱那个射箭的人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支箭。有的人讲说这个箭是我们这一尊咕噜咕噜佛母，他的这个箭是放在胸前，是吗？还是放在眼前？放在胸前，我也是想放在胸前，因为我到巴西啊，到了巴基奥，我们有巴基奥的弟子在这里，巴西啊，巴基奥讲葡萄牙语的，讲葡萄牙的巴西的弟子在这里。在亚马逊森林里面，有以前的种族里面有一个拟状，有一组叫拟状士，拟的状士，他们出生的时候啊，或者长大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母笔啊，母笔就给他割掉。为什么要割掉母笔呢？割掉母笔的意思啊，他什么拟壮士，他们是哪射箭的你知道吗？那个母米会阻碍他的射箭，所以要把胸部给他割掉啊，给他胸部给他割掉，这样子射箭就会比较方便啊。我是听那个他们把肌肉的人讲的，因为那个像这个西方人的胸部，大家知道的，这个女士去城堡回来都鼻青脸肿，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要割掉啊！这割掉以后呢，她这个箭摆在胸前就会射得很准，而且弓会拉得很长。摆在眼前呢，摆在眼睛呢这边呢，我想会比较准，会比较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睛睁眼闭眼，你射中哪一个人绝不会射错。你要射中美女呀，你不能射到恐龙妹呀。这问题在这里呀，你要射得准。你射到恐龙妹，这恐龙妹一天到晚在敲你的家门，你会受不了的。所以要射得准的话，要放在耳朵，啊，在眼前，变成一直线。这个箭身跟准心跟那个人，啊，是一直线的。这射箭有射箭法。我想将来新春祈福法会啊，这个教授大家一个，不只是射一支箭，就是咕噜咕噜佛母十方发射法，咕噜咕噜佛母。咕噜咕噜佛母有一个法叫做咕噜咕噜佛母发箭
十方发摄法啊，这个法讲起来很特殊，它的坛城布置很特殊，这个能够令你得到大敬爱，不只是家庭和乐，还有你的公司的人事能够和和，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得到众生的大敬爱。你在政界啊，他们不来参加的选不上总统啊，你在宗教界所有的上师跟弘法人员，所有我们真佛宗的每一个弟子，你只要学会这个法，你就会度千千万万众。在艺人界，只要你表演的，所有的人都要喜欢看。所以艺人也应该来学习这个法，这艺人。谈到艺人，我就想到前几天看那个《红神无双》，《红神无双》那个喜孝顺啊，这个坐火车啊，喜孝顺坐火车跟一个美女坐在一起。这个美女呢，这个只要一过山洞，她就脱一件衣服。喜孝顺一看，哦，这好像暗示什么，结果她也跟着脱一件衣服。再过第二个山洞呢，这个美女啊，居然把裙子给脱下来，这许孝顺一看，哇，这不得了了，他干脆把西装裤也脱下来。但刚刚脱的是外衣啊，这个又过了一个山洞，哇，那个美女啊，把内衣都是脱下来，剩下比基尼，比基尼的。徐小春一看，哇，打得更有意思了，口水都快要流出来。然后他那个徐小春啊，就把自己的内衣也脱了，内裤也脱了。好了。到了一个浴场，叫什么浴场？台湾有什么浴场？游泳的地方，海水，芙蓉吗？芙蓉海水浴场，那位美女啊，就穿比基尼，拿着救生圈，啊，就啊到芙蓉这个海水浴场去了。喜孝顺一个人光光的坐在这里。这《红神无双》蛮好看的，跟大家介绍啊。我们这里有主持人在这里，还有制作人啊，都在这里的。师尊看的《红神无双》，看的差一点都红了。啊，有火车过山洞啊，坐列车啦。啊，又有什么上海滩呐、啊？那很早的片子吧，上海滩呐、啊，哇！另外还有这个做啊上课老师的，这个上课老师的什么都演，甚至是唐三藏啊、三藏取经，他们都演了。
还有什么令狐冲啊，还有什么哦，什么都有啊。世尊也看了蛮多的，真的，我在美国看，在美国的时候也看，回台湾也看，他们演得很好。这个是这种人生啊，是一种非常有乐趣的人生。其实师尊说法一样的，咕噜咕噜佛母，他是非常非常敬爱的一尊这个啊佛菩萨，他是敬爱的一尊佛菩萨，他令所有的人都能够和乐，能够相处的圆满，一切非常的吉祥，一切非常的快乐。这个红神无双到现在的收视率都很好，因为有师尊在看啊，看，我觉得蛮好笑的，我就喜欢讲笑话，这是真的。我花姐他们啊，红神无双跟师尊说法的讲笑话是很有关联的。男生跟女生讲，你知道女人跟恐怖分子的区别是什么吗？女生问是什么，男生回应讲，恐怖分子是可以谈判的 compromise 啊 compromise是可以谈判的啊。刚刚那六对七对的结婚的，你要记得这个笑话。对女生要百依百顺，因为是她不可能跟你谈判的。啊，这个敬爱法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今天你们受了这个灌顶，一定对你们来讲一定非常有益处的。师尊向咕噜咕噜佛母祈请。在大敬爱之中，让所有的人能够得到大敬爱，在中敬爱中，在你们的职场，你们都能够得到你的长官、上司、你的长辈、你的上级都敬爱你。在小敬爱中，让你的家庭都能够和乐，那让你的箭无虚发，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大圆满哈，大圆满。其实大圆满彻切就是空部，今天讲的是大圆满空部，空部空啊，大家知道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空，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切皆空啊，其实都没有空，其实都没有空的，大部分都是有而不是空。佛法最高的定义是空，是空，一个空。空是什么？也就是说，佛本身所讲的，
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态的，没有自信的，没有常态的，所以叫空。所以佛讲的第一法印是诸行无常，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态的，无常的，信息变化的。像原来这个桌子本来是木头，组合起来才叫做桌子。这个椅子本来是木头，组合起来才变成椅子。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组合的，全部都是组合起来的东西，包括所有的房子、汽车、飞机、轮船，全部都是组合起来的。你给它分解了，就不成为飞机、轮船、汽车、房子，统统都分散。人也是一样，人是由变化出来的，组合出来的，地水火风组合出来的。你分散了，你就不成为一个人了，这是临时的东西。任何世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具有变化性，所以叫诸行无常。这个就是空的本意。还有一个诸法无我，你看到人，你以为他就是这样子吗？ No， 绝对不是的。我讲我自己啊，有这个小学的时候的照了一张相，初中读书的时候也要照一张相，高中的时候也要照一张相，大学的时候也要照一张相，然后毕业出来以后到社会也要照一张相，每一张相摆起来都是不同的。啊，师尊有曾经很潇洒的相，这个头发披一半，披一边，这个穿青年装，圆领的，圆领的哈，一个穿套头的，然后在外面再穿青年装，头发披一半，散头发，西装头，看起来我自己看自己，也蛮英俊潇洒。能够永远这样吗？不可能的。再过一个多月，啊，师尊就是真正的70岁，70岁了。啊，这个我的护照可以用10年。啊，新的护照用可以用10年，这个护照用完还没有用完，说不定我就离开了，就结束了，这个人间就没有了，说不定用得完了。啊，80岁，我拿到这本护照的时候，一想到80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80岁我是什么形象啊？会是那个披着头穿青年装的卢胜彦吗？ No， 不可能的， im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80岁
老的年纪老的时候，脚要先坏，脚会先坏。每一个年纪大的人，就开始跟药结缘了，离失啊，小离失，常常讲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七力老人。什么叫七力老人？每天早上起来要吃七颗药。啊，七力老人就是七颗药，一颗呢是降血压的啦，一颗呢是降血糖的啦，一颗呢是避免心肌梗塞的，避免中风的啦，还有这个。还有减少血脂肪的啦，另外呢，这个维他命 A B C D E F G， 哦，全部啊一大碗哈、啊、就吃下去，然后就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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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安全了，比较有安全感，所以什么都吃。哎，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很多弟子、啊、送我那个维他命啊、荷尔蒙啊，什么都送，什么反正 super supplement， every supplement 堆满我自己的家。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就这边抓几粒，这边抓几粒，因为大家送的，师尊不好意思说不吃，管他，反正都是 supplement 啊。都是好的 super supplement， 就这边抓几粒吃，这边抓几粒，早上也吃，觉得过了中午也应该吃，也吃，到了晚上也吃，啊，睡觉以前也吃，还有晚上呢，年纪大的人睡不着，褪黑激素少了，哇，要吃什么？吃安眠药，这个。Sleeping, sleeping, sleeping pill. I don't know. 是 simple sleeping. Simple sleep, simple sleep. 美国的 simple sleep.另外还要吃褪黑激素，还有医生开的安眠药，通通吃了，啊，终于打呼了，啊，这个才能够睡得着。年纪大了，你就知道。我妈妈以前常常跟我讲，我说：“哎，怎么搞？你走路那么慢呢？”我妈妈讲：“年纪大了，你就知道。”嗯，很有道理。啊，你为什么看不见呢、啊？怎么视茫茫啊？怎么看这样啊？怎么这样看呢、啊？哎，眼视眼跟近视眼，还有老花眼跟青光眼、白内障，为什么？诸法无我。你这个我快要解散了，变成没有，这个就是空的道理。有一天啊，你连看都不能看，那时候你就是在右所方的西方境，师尊将来也会去那里说法啊，住在西方境的有福了，因为师尊本身也会在那里，在开 nightclub 跟大家 talk 啊，跟大家 talk 大嘛。西方境你们要赶快定位置，我告诉你哦，每一个人迟早都会无我，不要以为你年轻啊，这个有力有 muscle， 你是 muscle man， 你有人鱼线啊，你有胸肌，有阔背肌，啊，你有这个背力，很有 power。佛讲的，
有强壮，必然有衰败，一定的。所以大家，我不是跟大家宣传西方净的一个格子，不是的。那我只是讲，那是必然的现象。这个我不能宣传买一送一啊，不能宣传买一送一，但是大家最后的归宿，我们台湾人经常讲，买买哦，要较紧哦，买要较紧哦，啊无吼，卖完啊，恁都无分啦，卖完就没有了，你们到时候要听法。还要这个转了好几这个车站才能过来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后讲的涅槃寂静，就是你的本来心，本来的佛性，本来的佛性就是空性。你真正能够开悟了，你认识了你本来自己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无形无相的，空性的，但是它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任应自在。这个就是佛。我们今天学的，你要认清宇宙的真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你的本来心，这是三个都是空性，什么东西都会没有的。你车子今天开出去很高兴，突然间你 car and the car kiss 啊，我讲英文啊， car and the car kiss，这个没办法，车祸啊，对不对？这个讲的比较，我讲的英文是很浅白，大家都听得懂的。Car and the car kiss， 本来很高兴的心情就变成很沮丧。人平安要紧，台湾我不敢开车。在美国我都是开车，在台湾我就不敢开，因为台湾它有汽车，还有这个连接车，有货柜车，有 fire truck， 有 truck， 有 fire truck， 另外有这个修理车，另外还有小轿车，不止这些种种的车子，另外还有啊。Motorcycle， 重型车、轻型车，还有脚踏车，还有人行，人在走路。所以这个也是无常啊，这个也是无常。Car and the car keys， 那个车子就无常了，这是车子无常，人也会无常，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常。无我是指人，还有法无常。法，什么是法呢？所有建筑物，本来你的建筑物是新的，很有价值的样子，过了20年，你就变成老房子；过了50年，过了100年以后，你就变成历史。过了几百年，你就变成历史的古迹了，就变成古迹了。所以这个就是无我跟无常。另外，大家今天学佛最主要的是要找到你的本来的心，本来的佛性。你能够明白本来的佛性，这个就叫做彻切。就是大圆满的空性，空不，就叫做彻切。
啊，警察问一个男子，先生你叫什么名字？男子回答，讲英语。警察叫就再问一次，你叫什么名字啊？男子就讲，讲英语。警察就讲， What is your name? What is your name? 他真的讲英语。其实这个男子姓蒋，是英雄的英，羽毛的羽，讲英语。这是语言的笑话哈，语言的笑话。其实我们个人来讲起来也是无常，我个人就是无常的一个代表。那么走到现在为止，我本身原来是不会讲英文的，然后到了美国去30年，你要买东西，你要 go to 啦，这个 gas station， you buy the gas， you go to the airport， buy the ticket， you know the what airplane， you can go to the restaurant， order the food。All the food 就是到了餐馆去点菜。 You and your friend say conversation. How are you today? Fine, very nice. About you? 对不对？你到了美国啊，这种种生活的需要，你就要懂得讲英文。这是无常啊！你看我以前我在学校测量学校里面，我英文是最差的啊！他们这些同学，我都是抄他们的。我们同学来在这里啊，我不能讲假话，说我英文 very very good， my English is very nice， very good is the。I'm 100% no now 啊，我不能这样子讲啊。其实我是英文呢、是抄出来啊，偷抄他们的。那时候每一次考试啊，我就会瘦下来，因为晚上的时候要在书桌上要把所有的单字同样抄上去。为什么我不读英文？因为我那时候讲，我台湾都走不完，我去美国干什么？我去移民美国干什么？我绝对不会去移民美国的。结果无常，我居然到了美国，可怜啊！那时候泪流满面。变成哑巴了，无常啊，这是无常。我去美国是无常，因为要是金母讲你要去美国，我用 TV 讲，我刚才想讲台湾话跟国语而已，你用我 little bit， because my father my mother In the Japanese controlled Taiwan 50 years. In the school studied the Japanese language. So, say Japanese language. 我的这个 ear 听啊，这 ear 就是听，听来了很多的日本话，所以你用过，しこし，わかる。しこし，わからん。しこし，这是しこし，这是しこし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都是无常啊。
日文也是这样子写学的，那这个英文也是这样子学来的，全部都是无常学来的。啊，不好意思啊，其实我们的第一名朱金水同学在这里，朱金水同学他的英文很棒，他的英文很好的，他的学科是好的，他是我们全班第一名呢，我是我们全班最后一名。高中的时候我是第一名，高中我是都是第一名啊，高一高二高三我都是第一名啊，到了测量学校的时候我想毕业就好了，所以就不是很认真读书。我觉得这个人生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化太多了，根本就是无常。这个无常的道理懂了，你就要懂得，你要认识所有的空性，认识你的本来心，你会知道。我常常讲的，无所得，你不能得到什么。你说在西方境，你得到什么？在西方境，你得到什么？你也无所谓，你在西方境你还所谓什么？你还 care 什么？ I don't care everything. You care. Why? 你在西方境还 care 吗？ All die. 西方境是什么？ All die.通通都死啊，你还 care 什么呢？你 care 什么？没有了。然后还有无所住，你以为我就永远住在西方境吗？ No， 我会到这个 Waste Very happy country， 西方极乐 Buddha country。 这个接起来啊，当然西方极乐世界英文我才不学呢，我用我的英文Waste Very happyBuddha country。 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我成就了，我把这个心啊千变万化，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现，可以度化众生，可以在佛国，可以在西方境任何一个地方。什么是我啊？我也不存在。这你这个本来心呢、啊，本来就跟佛一样的无所住，就出现了。你不一定在那个地方，无所住，无所谓，无所得，《心经》里面讲的，因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因为你知道无所得，你不会去争取什么，不会去执着什么，不会永远要拥有什么。你既然不会想要拥有什么，你就非常的淡定。这是新的名词、啊、淡定，你就很淡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禅定，寻找你永远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心，这个佛性就会出来，你就会看到。这个时候呢，你就叫做开悟。
所以空部啊，空部所谓这个空性就是开悟的。有一个很久没有上教堂的基督徒在森林中打猎，不巧竟遇上了一只凶猛的大狮子，他眼看已经没有办法逃脱，马向上帝认罪忏悔，跪下来祈祷。这个狮子紧盯着这个基督徒看，过来一会儿，他居然也跪下前脚，恭恭敬敬地闭上眼睛祈祷。基督徒大为兴奋，真是神迹出现，狮子竟然被他感化了。那个狮子抬起头来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刚才我是在做换钱的祈祷。大家不要学他啊！我们佛教徒平时你就要懂得无常跟无我的道理，你完全明白了，你就能够淡定，可以进入禅定。平时你就要学习这个，很多人懂得这个道理，无常的道理你懂不懂？懂。无我的道理你懂不懂？懂。大家都懂，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你还是执着。这个你经常要去思考无我跟无常，你经常要实践你的无我跟无常，你经常要做到佛教徒的无我跟无常，你就不会产生执着。比如我东西钱掉了，我的钱包掉了，我也觉得没什么，因为这个钱是要拿来花的，花了它就有意义，你自己花跟别人花是一样的。那么你们的钱可以统统拿来给世尊花。不过我的钱如果掉了，我也会很淡定。为什么我会很淡定？因为至少有人会拿去花嘛。我的衣服掉了，我也不要紧。为什么？因为我的衣服只有喇嘛装嘛。啊，掉了也是这些光头拿去穿吧。也是光头拿去穿啊。龙袍掉了，这个龙袍也可以，无所谓的，这个可以没有关系。师尊也有很多的衣服啊，大家有衣服一起穿，不要紧的。那师尊也在想，这个将来如果我们建这个雷藏寺大会馆啊，彩虹雷藏寺，西雅图彩虹雷藏寺也要建大会馆，要盖大会馆。啊，去的人大家都可以住在那个大会馆，大家都有地方可以住。啊，这个圣严卢 Foundation 卢圣严布施基金会，哎，已经拿出了100多万的美金去做布施的工作。啊，短短的时间100多万去拿去做布施的工作，这个也不执着。为什么这个要花这些钱
去做什么？是做布施，大家一起都有，大家一起都有，大家一起都这样子来做布施，上法光功德会做的布施啊，都是非常好的。法光功德会啊，总会长这个在这里啊，常仁上师台湾区的总会长啊，这个吴冠德他也在这里，他也在这里，这个就是在做大家有钱发，反正大家拿钱来做布施都是很好的事情，不一定要你自己的，你其实到最后自己也会没有的，你对这方面的执着就没有了。大家都喜欢俊男跟美女啊，俊男啊，这个哇高高帅帅的，我看那个王子的约会，台湾有一个王子的约会哈，这个节目，那每一次高高帅帅进走出来，一副这个，那所有的女生全部通通都暗灯，哇，所有的女生全部暗灯，所有的女生都爱他，他很高高帅帅的走过去，一个一个给他按掉。给他熄灭，熄灭，熄灭，留下他一个最爱的。你知道这种感情是真的吗？真的，当时是真的，当时是绝对是真的。你们像你们现在刚刚六对扶正的啊，在那个时候你们都是真的，以后呢？这个妻子变成回驳，先生一看，还不错啊，回驳啊，恐龙妹啊，恐龙妹妻子变肥了，老了，丑了，爱情就会变质，你不能执着，这个你不能执着。如果你执着俊男美女，竟然也会变成驼背的老公公啊，老头子，美女会变成这个，每天早上你醒过来看他的脸就知道了，变成母夜叉啊，母夜叉，早上醒过来你一看是母夜叉，怪不得这个我们这个中山医学院整形外科主任生意会那么好，整形外科主任都要排队的啊，郑生龙医师啊，郑生龙医师啊，他就会那么好，他的生意会那么好，为什么？因为大家要保持这个面孔，什么尿也可以泼到脸上，尿也可以泼上脸上，这毒也可以打在脸上，毒也把它打在脸上，尿也泼在脸上。师尊到现在啊，没有泼过尿酸，没有打过那种毒，是原始的一张脸啊，因为师尊不执着，师尊就是师尊，因为我打了肉毒杆菌，泼了尿酸，啊，泼尿酸，这个阿弥陀佛就不认得我了。我到了去韩国一趟回来，我也长高了，我也长高了，这个又有的这个什么植发，啊，人家植牙，我植发，这个脸呐，啊。这个把这个黑斑也去除了，啊，把这个毛细孔，把屁股的皮呀，啊，贴在脸上，就变成很细呀，啊，很细很细的脸了。师尊的鼻子已经够高了啦，不用整了，嘴巴也不错了，眼睛是往下垂，
再往上吊，再直直那个假睫毛，假睫毛再直一直，眉毛再画得美一点。师尊也要去写王子的约会。然后去按掉所有的灯啊。但是呢，这是外相，不执着。所有的一切的外相原来都是空的，最主要是内在的本来的心，确实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任应自在。你能够了解这个，所有一切外在都是空的，了解的内在，你就可以认识佛性，认证了佛性，你就可以成佛，成为菩萨，永远都不执着。这个就是彻切，就是空性。有一个路人啊，他拦下一部计程车，他跟司机讲，司机，从这里到机场要多久？司机讲，要挺久的。路人讲，骑马要多久？司机讲，骑马那更久了。骑马更加久。无常啊，古代的人都是骑马啊，都是骑马，坐三轮车，骑马坐三轮车。现代人就是轿车、汽车，这个就是无常，一种无常的变化。已经讲一个小时了，哎呀，吃饭了耶，还要灌顶啊！哎呀，天哪，啊，安尼就好啊。啊，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来，啊，这是第一次的护摩法会，下个礼拜六，啊，欢迎大家参加。Om Mani Padme Hum。